只能下抵住5000。3×3，跟我差不多钱。拱个足啊！不下象棋，下街棋，因为街棋好玩啊。对方的运气怎么这么好？9×3是什么棋？感觉不像好棋。哎呦我去，这象出来个象，充足了，这没办法呀。这小卒一路，哎呦我去，还给他过河拉手了，赶紧跑，他又是个兵，要命了。开始大逃亡了，我去，不容易。赶紧先稳住阵脚，好又翻个炮，我也翻个炮，可以。这个象就比较差。又飞个象，飞下来了，这个不怕吗？出来的飞象。还有什么子儿？还有马炮。这步棋有用吗？准备拱下来，兵七进一，可以。这步棋比较尴尬，这要被我踩东西了。好，果然白吃一马。下的好啊，跟我交换，那只能9×4了。2×7。准备卒9进1，卒9进1啊！
哎，这棋不对，他应怎么飞了个士出来？吃的吧，下卒，这太漫长了吧？叠兵啊！对车他平一步，飞象，先守擂。再守擂，这不是很稳吗？但是浪费了很多步数。那我现在还有一个炮或者一个，对方想搞恐怖袭击啊，就进炮嘛。它有三个子儿，最好别象三进一，不车袭击二。探车没了就没了，我就怕它是个底炮，我这肯定是个炮，也不是肯定是个炮。还好他没勃猛，我那挺怕他勃猛的，刚才。不着急吧，先飞象啊，先把它挡住，别让它勃猛。那就下完这盘去骑射吧。昨天送礼物那个朋友叫什么来着？你看看，好危险啊！差点就被他蒙攻了，这棋还是我占优啊，对方这个被震了个窝心，不是也不一定占优，他现在啊守擂，赶紧补个士。谁有可能要下残局了？下卒，叫鱼哥是吗？好的。强行出来，他这两个兵是有点恐怖啊！Hello。飞象抓兵。现在每个子儿都很宝贵啊！刚才是想走炮五推一来着，没走。
这步棋不太好吧？下底卒，怎么没时间了？靠，这是读秒的，什么情况啊？是报个案还是读秒？有没有？靠，坏了，超时了。用了这么多时间啊！还有时间呢，忘了这茬了。好包干的，必须得赢回来。7分钟包干我。有点头大啊！得下快点了，可能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忘我操，这运气真的是呀，该来什么不来什么。这都是啥东西啊？这肯定是个大子儿了，这没悬念了。管你是什么，给你吃的，打吧。居然是个车，我也真是醉了。哎呀，自闭了，还是好好下棋吧。看，等待对方看有没有什么漏招啊。要崩啊！
邻居抓我操，这样这一串族怎么办？没法办了。哎呀，自闭了，下象棋吧还是？